慈济人呐、啊，那一种菩萨心、父母心，把所有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，哪里有困难，他们马上纾困去了。现在的疫情，他们无法下来领物资，慈济人呢送到家，他们走不出来，慈济人走进去，不只是帮助到苦难人，也帮助到了果农，也帮助了这个菜农，他们啊，去到买，因为没人出来买东西，那他们的农产都消灭出去。所以呢，一举两得。所以慈济人的一切很细心，那一份爱，清净的爱，人间菩萨是有福的人，他能走入苦难众生的地方，去付出人人心中有爱，有了因缘牵引的，那点滴啦，汇合起来，人人功德无量，人人功德如海。不是呢，可以度化人间，救拔众生苦难。走在这条救拔苦难的道路上，缅甸慈济志工这一波为募集防疫物资而忙碌。其中志工黎明庆在参与设备进海关运输发送的过程中，